黄老师啊，你有什么需要？咱要点蒜，包蒜，我需要，现在就差这个蒜，就差蒜了，来，快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小心别烫着啊，那地上啊，别烫着脚啊。来不来？一人来一口。我不来了吧？咱们俩上次就是咱们两个决战的飞鱼，对吧？来，三。屌啊！冤啊！没必要，你们这样太臭了。好吧。啊。哎呦，何必咯，两个臭宝宝。哎呦，有点上头，说实话。这个大蒜吃完啊，这个，哎，刚这个嗝应该打给张佑浩闻一下。你走开。你不吃蒜是吧？我不吃这种蒜。他不吃嘴里的蒜。干活你干嘛？今天别跟我说话啊。你走开。哎哎哎呀。上上一起好。哎哎哎呀，我何老师快救我！何老师怎么了？我怎么救呢？黄云畅长期在这个节目里塑造，他又是勤奋能干，来人他要接行李什么，这种形象，听见没有？尊哎我，哎呀我，他太讨厌他。知道有无聊的，不知道有这么无聊的。你太讨厌了，我跟你说。黄渤，你不要弄了，黄渤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去刷个牙，我有点臭到我自己了。他去刷个牙。哎呦喂，我这个，咱们家这个崽真的是要命了。我刚刚完成了一个旋律的歌，给大家听一下啊！好啊，哇，好像 DJ 台，你特别像在 DJ 台，你知道吗？哎。